空里面一直跟我吵架，我现在不想理你，不想理你。这就是迷之空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我现在要开始道歉。夫妻冷战，杨佑宁曝真相超爆笑，丢出杨景华老公 I feel you。你那时候知道佑哥喜欢你吗？当然在有，不然我喜欢他这很明显。我把他的 IG 的，我把他的 IG 每一张照片 like 一整排， like 一整排。哇，是，也就是说他点开会看到有一个人 like 我的照片 like 一排，刷一排爱心。杨宁和老婆阿梅 Melinda 结婚两年多，育有一个可爱女儿 Nini， 家庭生活幸福又美满。我问阿梅想要吃什么早餐，说。我想吃一个鸡肉的泡饭，这是在给我难题。家都爱用心，要你爱喝感情，爱爱爱的冲破塞了你背后我的爱你。那我们昨天为了那个生活的日常琐碎事小吵架，所以我要许愿，就是鸡汤泡饭让你煮，你加油哈！你大部分的粉丝都知道你会做菜吗？应该吧，应该都知道。没有很会啊。实际上，悠悠真的很会，餐饮科毕业的杨佑宁厨艺了得，只能说阿梅家对人超有口福。超级好吃！哇，这个是会超级好吃。哎，以为杨氏夫妻的生活日常都是如此甜甜蜜蜜，就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他还是发生。在梦里面一直跟我吵架，我现在不想理你，不想理你。跟我吵架，你不要再给人家压力了。你为什么害人家在梦里还要吵架？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我吵架，吵架还好，有时候还是能起来。怎样？要那个脸干嘛的？昨天晚上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我说我怎样跟别的女生跳舞，他说你就是跟别的女生跳舞。我只是喜欢跟你跳舞，你不要，我今天不想理你了。你今天睡外面，你今天睡外面，要会讲这种，你今天睡外面，就是在撒娇。对，哦是哦。他如果你真的吵架，吵到你就直接去沙发睡，他就走来沙发那边。现在是讲不沟通的时候。我直接把语音放出来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，我刚刚梦到你在梦里面。你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然后挂掉这样，然后我就讲，这就是迷之空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我现在要开始道歉。这个也是，什么都没做，但是这个太好笑了，刚你的超好笑，说的也是，但我记得也是他。反正也是跟女生在那边聊天讲话，我叫她不理我，然后还会为了那女生要跟我什么分开，对，很多啦，超多。然后起来对她老公大发脾气，而且我是起来说，你不是啊？梦里面已经很气了，我起来的时候也很气。这就是迷之空间。永丰炭神放假日 ，Together a better life。一起来翻转生活思维，让炭神放假去，风格饮食。友善选品。永丰炭神放假日，10月29号、30号，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文化广场，邀请你 Together a better life。